你不要怀疑，就是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我人现在5月6号晚上6点，我现在正在这个地方，我就坐在这边，然后我准备了3个礼物要来送给你们。Yo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New Day New Life。 各位观众午安，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出发去开会。这个会议的内容呢，是跟我们在6月的时候跟阿神的一个行程有关系。那至于是什么呢？先不告诉你。啊，那我们待会呢要去 Sony 开会。其实我是第一次去到 Sony 的办公室里面，我有稍微问过了，里面好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拍摄，但是有一些地方好像是不能拍摄。总之我们就待会去开会，然后看看里面有哪些特别的东西有在拍给大家看。另外呢，今天也会带大家回去看我们昨天除了回复酸民以外呢，其实还有拍摄了一个纳豆泡面的开箱。那因为昨天的影片呢实在太长了啊，所以把它移到今天来。所以待会也会带大家回去看看。那么各位，我们就准备出发去。嘿，各位，我们来到这个市政府，好吗？他们在市政府附近，这个超级高的大楼，哎，感觉好高级哦，好可怕哦。刚忘记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到的这一支影片在最后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直接拉到后面去看，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就是了，所以就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啦。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赶快上去，因为我已经快要迟到啦。现在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你们看这个风景是不是蛮特别？但是我们刚刚因为这个阿神呢，他赶时间，然后我也赶着要过来拍一些东西，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拍东西。不过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就是六月中的时候呢，我会跟阿神一起出国，然后应该会有4天还是5天的行程，大家再好好期待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带大家看看昨天影片因为太长，然后所以没有公开的纳豆泡面开箱的影片。我相信大千可能比较少有开箱的影片，對、啊、我平常完全没有在看开箱，除了那个邮件，就是大家的包裹以外，大概拍了2集，对，2集，因为2集。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开箱的视角，就是一定要拍到桌子，是不是？对，要拍到桌子，这样比较有感觉。好专业哦。然后就是到时候你那个开包装的时候啊，就要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突然就会好了，就大家都一对，大家都一样，是不是？对，就是会有创意一点。对。A few moments later， 哒啦。耶耶！但其实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样泡、啊。我根本不知道要先加什么东西。这个你确定真的是它很干哦？你确定是后面才加进去吗？其实不是，它看起来是干粮，你知道？不是，它可能是要用那个热拌，你知道在料理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热拌，可能就是用料理在余温。对，用余温，然后把一些东西把它加。我看它会变怎样？我也其实很好奇。你有闻到吗？我没有吃午餐。你有闻到吗？一倒出来，纳豆味是不是？对，一倒出来我就闻到了。而且那是你的汗臭味还是？是纳豆味。是吗？真的是纳豆味，闻起来是汗臭味。真的是纳豆味。你要出去运动是不是？没有，我刚刚出去跑了一圈回来，是不是？这味道真的有味道那么重？味道超级重哎！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基本上呢，看起来跟一般的炒面是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它那个酱料。我还是看不到纳豆在哪。纳豆在这边。已经哦，看到千丝了。对。那它这个应该是干燥纳豆，
干燥纳豆，然后再加入它的，它可能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那种纳豆那个弹的那个口感。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点芡实的感觉，就整个面都是那种。就我吃面的时候会有一点芡实的感觉，不过其实就这样，没了。谢谢大家收看，有点空虚，说实在。好，各位，请这个大千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嗯、你觉得这个泡面怎么样？以你专评价它，对对，你用专业就是高知识分子，对高知识分子的评论，好，它就是一个泡面，然后有弹的口感，好，言简意赅，就是、这样子，言简意赅。好，这个泡面呢，我自己觉得其实不好吃，不过刚刚真的讲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纳豆的入门哦，其实纳豆的初阶款啊，对，如果你还想要尝试纳豆，但是又不敢就是太一次太多那种刺激的话，我们就先从纳豆泡面开始。对，所以这个是 OK 的，对，两分，满分十分，满分十分，大概五分而已，超低。你是喜欢你买的、啊，这是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特地从日本带回来的，对，从日本带回来的，这样子批评，对，我的评价超级烂，要哭了。好，要给他四分。你看，讲半天。哈，各位观众，如果你看到现在这段影片的话，代表你有看到影片的后半段，而且你有可能成为幸运儿、哦，好不好？各位，我现在人在这个施良址西门町一号出口左手旁的摄影棚。那我在之前呢，其实一直有提醒大家，就是我在礼拜六，也就是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现在，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没错，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人已经在，我现在哦，你不要怀疑，就是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我人现在5月6号晚上6点，我现在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边，在西门町一号出口左手边，我就坐在这边，然后我准备了3个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只要你看到这支影片之后呢，然后你现在立刻出发来到这边的前3名，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3个礼物。那当然先到的人呢就可以先选，如果你比较后到的话呢，你没有办法选到你要的，那我也没办法啦。不过还有一个蛮可怕不确定的事情，就是会不会我在这边做了2-3个小时都没有人来呀、啊？然后啊，我刚发现我讲错了，其实我们有5样奖品啊，总共有这个喵喵皮卡丘金银版的御三家，然后还有一个海贼王的马克杯。那这些呢，是因为得奖者呢他一直没有给我相关的资讯，所以呢，决定就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把他们送给你们了。总之，现在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呢，你就出门吧，好不好？如果你晚来呢，你想要的礼物呢，可能就被挑不到了。然后因为怕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是再讲解一次，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如果你是在5月6号的6点左右看到，6点多到7点多左右的时间看到这支影片的话呢，我现在人还在西门町一号出口旁边的施良址摄影棚里面，我应该预计呢会最晚待到8点，然后我们就看看呢究竟会不会把这些礼物呢全部给送出去，又或者是呢一个都送不出去。好啦，那么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回答一则留言啦。我们今天选择到的留言是江逸华，千长最近有没有要去哪里玩？有，在下个礼拜1、2、3的时候呢，我人会在台南，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台南的美食或者是台南有趣的地方呢，欢迎留言在底下。然后在5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澳门跳澳门塔高空弹跳。然后在6月中的时候呢，会跟阿神一起去另外一个国家，至于是什么国家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之后确定的时候呢再告诉你们。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不管是澳门或者是台南的美食或者是特别有趣奇怪的地方，都欢迎留言在底下告诉我。那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下面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按下铃铛快点按。那么各位，我们明天见，